我是南京的那一场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吧，因为真的，这个永远忘不了。刚开始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就哇，这个颜色真的能做眼妆吗？后来发现还行，拍出来效果也挺好看的。我的话，应该也是那个吧？对，我说来试一那个就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很粉，很粉，对。白色、蓝色，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很喜欢表达的人，然后所以就选白色，然后蓝色是因为像今天 fan meeting 看到的灯牌，属于我的都是蓝色。我的话是红色和初恋粉，初恋粉是我跟就是支持我的人约定的颜色，也是，然后红色是我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自己穿红色的时候比较好看。我的话应该就是，首先就是若芽色，就是我的姻缘色。然后呢，我自己的话就是没有颜色，没有颜色。对，就是什么样，就是把一张白纸，想给我上什么样的颜色就什么样的颜色。我的话，我一般是我不说话的时候就挺鬼子王子的感觉，只要一说话就对。其实我觉得还是在舞台上吧。在发散自己魅力的时候，会。我的话就猫系男孩的话，应该是宠物情人那样子的吧？对，对，宠物情人。我一般不是根据当天的造型或妆容去选美瞳，我自己美瞳准备了有30多副吧，比较就是看心情嘛，然后看隐形眼镜戴的是什么，然后再去调整自己的妆和头发。我的话，哎呀，说不好听，我可能就是钢铁直男吧。就是第一次戴美瞳是拍 MV 的时候戴了一个灰色的，然后第二次就是看大家都买了，我也买一副吧，然后一直是这一副颜色。我的话就是，也是要化妆的时候，我就去跟那个服装姐姐要一个美瞳，她给我啥我就戴啥。这个话都不固定哎，我也是基本上什么风格都有，但是我大部分我会看心情，对，歌单复杂，什么风格都有，对，这风格都有。其实我感觉买回来手机大部分内存都被歌曲占了内文存。俊真的是，他看起来就像是听抒情歌的人，但他歌单里面还有很多 trap 的 rap 的很多对，什么都有，真的什么都有。我的话我是没有的，我一般都是根据完全是我自己喜欢的风格，然后而且我是比较多变化吧，多元化的去变化自己，因为我就是想要去不断的尝试不一样的穿衣风格，然后去就是看什么样子才是最适合自己的。我的话就稍微，我可能会比较复古一点，old school 一点。然后我的话可能是小栗旬，小栗旬，对，叫我月华小栗旬。我没有固定的艺人喜欢的那个排排，一般就是谁的歌好听，我就单只下那一首歌听。对，穿衣风格你才叫晕了，对，所以说就是没有穿，没有看过他们的穿衣风格。你是你想什么呢？做什么梦呢？这春秋大梦是不是？